你好不？你赶紧放工厂才出来，你伫个内底是可以当觅偌久啦？我今日出来，都无拍算规双好离开这。我若走啊，我有一个马店对我走。少爷，我拜托你，你紧走，你紧离开好不？我会安抚你。你已经觅遐久啊，若是落到这个结果，你敢会甘愿？只要你当离开，不管是要报恩还是报仇，都会用的啦，少爷。丁文官。我袂阁相信你的话啊！你欺骗我，我永远都袂原谅你。慢点过，你伫个内底是无？老夫人，你哪来？啊，毋是为着万条万，我妈进前哦。有换过官，啊！伊本身阁有糖尿病，即阵啊，缀万条万，咱四界走路啦。伊个糖尿病哦，已经恶化。医生讲，阮妈泌尿道发炎，阁足严重个，啊，若毋赶紧治疗哦，会引起败血症啊。哎呦，那医生你要紧甲带去病院才对，你阁带对遮来是要创啥啦？我有苦劝阮妈莫过来，啊，伊都坚持。别说了，我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有时间跟万条万讲话。万条万，大家都说你是坏人，你的双手确实有买很多花，你确实跟你自己说的同样，是天公伯啊凊彩放在土脚的一粒金珠啊。啊！不过这粒金珠啊，若是咱伫个花园，嘛会停落来，嘛会用个生活伫个真水花园内底。你出身伫个暴力的家庭，我你敢会晓用暴力来解决问题？啊！不过你疼某疼囝，甚至为着我这个老阿婆去偷摕糖啊，送我去厕所。即马，你这粒金珠啊，是要停落来？了后，方杀去正确的路，还是你要继续呢？继续弹，一直到你规身躯拢碎五谷为止啊！无想讲你的年纪哦，搁会走来这甲你苦劝呢？你进去，别伤伤对不起。慢条万，我唔知影阮妈哦是安怎要过来。啊，不过，伊讲哦，你不是歹人，你还阁有救。啊，不过阮妈哦，得要无救啊啦。万条万，你是我的红包，用我磕头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师大。你出来投案，我嘛乖乖叫医生看，咱以后阁会用见面，会用做母仔好无？阿嫂，你莫怪我，你过去，今日你莫带走，那是已经耽误着伊了，你就是不好叫。林秘书，我看你赶紧送老夫人去看医生啦。是啦，老夫人的身体要紧呢。对啦对啦，紧送伊去病院啦哈。我袂当走，我一个老大人，食到这岁啊。子孙拢有啊，我活了有够啊！万条官，你有讲我着亲像你的妈妈同款，安尼你敢忍心？看你的妈妈为你受苦，你开门，给我看一下好不好？我的。妈！老夫人，你老夫人昏倒了啦！阿嫂，妈，我送你去便宜。阿嫂，慢点啊！你已经往包围啊！即马甲手啊，放在头壳顶，然后拍在头壳麦叮当，我准备要入去啊！
今晚就要去对的。去当亲戚。别乱来，我替你画，叫警方闪开。哼，那就警方。讲。你别开枪啊！我这摆吼，好慢条，我控制条啊，那开枪哦。警察先生，你千万唔通开枪咧，安那无会去伤到阮丈人。万条万，你即马偷偷啊行出来，千万唔通伤害人质。在创啥？我卖过来啊！龙腿啊！跳！你们哪里受伤了？万德华，阿你你天天的妈妈很艰苦，阿哥我，我这世界的妈妈也很艰苦。别讲遐，你拢给我闪开！我卖点人啊！我手唔到，什么人甲我来？我伫这工厂的身上，都是刀。慢，万条万，你自首啦！阿嫂，别乖哦，妈，妈，救命啊！我真正走袂得啦。我抓袂叮当啦！快点，阿娘！阿娘，你走！阿娘！一个啦，安怎啦？我拄才讲的话，你是倒一句听无？我知影恁总想要摕我的钥匙去救恁家的老阿妈，啊，不过想要用亲情来威胁我，那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。我唔是来求你救恁阿妈的，我只是想要问你，啊，刷落来你有啥物打算啊？啊，你感觉搁住伫个较早迄个所在啊？啊，有找到头路无啊？我跟你早就无伫待啊，敢有需要事事项项咧可以报告？你莫阁惊啊，好无？我知影你进前超工讲要甲阮切断关系，是惊讲你犯的罪会去拖累着阮。啊，不过我是你的妈妈，唔是外人。你若真是真正想要甲阮切断关系，你今日就别来遮。你来遮，其实你嘛是想要来做比对。看卖啊，敢有机会会当关心，互恁阿妈，对不？我这无咧野鸡咧，恁伫遮浪费时间忙我的关，不如赶紧去找一个真正愿意关的人。我想起来啊，恁林家即摆毋是真好呀，有只使鬼的下无？恁阁惊找无一条活跳跳油脂给阿妈，阿是讲，你愿意负责，我去做比对，
若是介绍，我会当满意，我会当考虑一下。林子谦，你别跟我切断关系，你甚至要冤枉所有的人拢不要紧，也不过你阿妈，伊唔捌对你唔好呢，伊是你的师大呢，你哪会当安尼目睭金金见死不救？这嘛人命关天，你还搁伫遐客气？你哪这样唔捌代志啊？好，阿妈，说煞去啊！以前拢讲，阿总若是更唔赶紧换身，恐惊会有性命危险。若是无当作一回事，搁伫遐拍哪凉？我看伊是下定决心要甲咱切好离啊！既然安尼，恁嘛无需要伫遮继续甲伊浪费时间。子谦，子谦啊！哎呦，我到底是做什么孽啊？奈何伊变成那六亲不认？阿妈，别阁艰苦啊！咱即马是赶紧想办法叫阿祖较实在。咱先倒去病房，嗯。送去人严重到要发生，你不能说再说，万年万，阿你你听听了妈妈的艰苦，阿哥我这世界的妈妈也艰苦，别讲遐，你都给我闪开，万年万，你自首啦，阿嫂，是我。拢是我拖着伊死个走走，伊个为着要劝我回头，无顾家己个身体，病情才会愈来愈严重。老母个个规个恶化，拢是我害伊个。阿嫂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。